为各位翻唱这首由朱公作词《书法会》。学家修的草书，犹如刀光剑影，九转回眸，漂亮极了。才华修的隶书，这是真的隶书，只听端正，犹如在石碑上拓印。龙兄少草，青州小菜，越看越有味道，越回味，值得韵味。是人生一大享受，本本高手如云，写书法修身众多，希望来日能欣赏同学的大作。学家才华为人，多修一些作品，迈入银房，人生苦短，大家脑海念书法，刀光剑影，九转回眸，青州小菜都是同学们的心血。书画会，习书法，写下共同的